更新联院教育基金会热心公益，经营爱一家亲爱心商店，贩售商品的盈余则是会用来作为教养孩子的基金。而最近他们推出了分享按赞送饼的活动，只要是购买义卖商品，手机打卡按赞分享，就能够获得免费的手工饼干。谢谢，感恩您的分享，谢谢。到店里出示打卡，不只能拿到小礼物，还能得到店员温暖的笑容。这是爱一家亲社会企业所举办的打卡送礼物活动。为了庆祝我们联院二十周年，我们在手机上就是能够按赞，然后分享，然后我们就会送我们的自己做的手工饼干。爱一家亲的手工饼干通通都是自己制作而成，坚果豆浆口味，扎实的口感让人会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。不过举办这次活动主要原因之一，也是为了要推广义卖，用利润帮助孩子的教育，也为了要推广我们更新联院义卖的产品，包括米馒头、米包子，还有我们餐馆的一些餐点，也还有我们义卖的年糖还有凤梨酥。原先活动直到12月，怕民众会错过，现在再加码，改为1月底才结束。想吃到好吃又免费的手工坚果豆浆饼吗？赶紧来打卡！记者方家凯连续三重采访报道。